好开心，圆好开心，妈咪帮你准备的蛋糕。那你要谢谢谁？谢谢妈咪。好，不客气。那蛋糕叫什么名字？ Elsa。 Elsa。 我最爱的冰雪蛋糕。你最爱的冰雪蛋糕哦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哦，妈妈完整。哇，你的冰雪蛋糕。那我们准备来唱生日快乐歌了吗？要不要？好，等一下我要把艾莎吃掉。你等一下把艾莎吃掉，因为那是假的。哦、oh, OK， 那只是照片了。好了，可以吃吗？还是要看的。要打开吧。蛋糕消失。为什么这个歪掉？说蛋糕厨师怎么知道我爱 Elsa？ 对 ，OK， 好，我去拿那个蜡烛咯。等一下哦。这个师傅真的是厉害，蜡烛真的放好。对啊，所以我说他这个是很好的。不是，他真的很会画图了。好细哦，这个一定要会画图的人才有办法。所以用3D 就可以了。没有，那个是手工画的。那个是 3D 的。因为现在很多人画这个。来，你谁要帮我们拍照呢？我在我忙的时候。我。你说你要忙一下，你是主角嘞。什么寿星？寿星。你蛋糕师傅怎么知道我爱 Elsa？ 对啊，蛋糕师傅真厉害，你看这样还可以打，这样还来，对不对？哇，真的好强！亲眼跟他妈咪这样拍。对，哎，你要尽量往这边拍，因为你这样会刚好挡住录影机。哦，录影也有在录啊。对，拍他们两个，一下就在录了。他几岁了？一下就有在录。没关系，有一个，对啊，好像有在录。啊，那是可以那个吗？切。剪接啊，对啊对啊对啊，那剪接这中间无聊的地方可以接啊。对啊对啊对啊，来看两个，来，你有圆圈圈呢，也太豪华了吧！你不要挡住他，我拍起来。再一次，怎样豪华吗？来，预备起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这太豪华了吧！太经典，真的。好，这样子 OK 吗？好，帮我们 Happy Birthday， 我们放这个方向吗？放这个方向好了。哦，这样对着你 ，Happy Birthday。哎，我拉一下蜡。他怎么会送这个啊？就拿个一岁的做代表。他很厉害吧？这样你喜欢 Elsa？ 对啊。厉不厉害？厉害。我们只要有蜡烛就好了。打火机，我要插在 Elsa 的。你们家可能不会有打火机。哎，我们家没有打火机。对啊，瓦斯炉。应该马上有了。对啊，只是我们不知道放哪里啊。放哪里？那不在啦。我们不知道。伤心的人。危险啊！哎，要不然呢？等姐。爷爷，回去你先拿。爷爷来这边。来了，老师，你让他看一下吗？爷爷来了。Happy birthday。蛋糕师傅怎么知道你喜欢摇？他说 Happy birthday。他写 Happy birthday。对啊。今天是我生日耶。啊？今天是我生日。来给我吧，我用瓦斯炉点。好。新啊！我本想用打火机。啊，问题是。好，哎，请大家都到荧幕里面去吧，我帮你们大家拍啊，来。转压转。我来拍就好了。好，那你在这边看，你当摄影师，那妈咪在这里，那你告诉我，我有在荧幕里面吗？请问我有在荧幕里面吗？要按哪个？哦，不用按，我已经按了，我已经调好了，这样看就可以了。完灯。我就插进。好了，蜡烛来咯。哎，这蜡烛我怕插下去会倒，哎，我觉得不稳哎。我看。还是要。嗯，拿去。哎，我刚刚已经弄好啦。不稳啊。不是，它要这样子，这样子很稳啊。来，我们就是点一个一来做代表就好了，好不好？我插这边好了，好不好？这样子，好，来，好了，来，请进去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看一下大家拍不拍得到。好，坐下来，先坐下，我确认大家都有在荧幕里面。来，那
你好，你好，等一下，好好，我坐那边，好，我调整一下。OK。好，等一下啊，好，等一下照相机先给我一下哈。这盒子应该是拿走吧？不会啊，就是这样那个垫高，不是要垫高吗？没有吗？是，我看，这样很 OK 啊。不然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你说要把它放下来吗？用好，那帮你帮我拿。快快快！这样子看，等一下，我看哦，看这样子镜头，其实是有盒子比较漂亮 ，But anyway， 没关系。好，请你坐过去一点哈。我们今天是我们陈心妍，然后陈宝珠、Olivia、陈爱莎的满四岁的生日，对不对？嘿，那我们大家今天来帮你唱生日快乐歌，好不好？好，预备，开始。祝你生日快乐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英文的 ，Happy birthday to you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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电视机没到。哦，对啊，你看电视机。好了。那陈心妍准备去看光了吧？真的，我真的，本来你讲，还要许愿呢。哦，许愿，对对对，你要许愿，我希望我平平安安、快乐、健康长大。哇，对，你说的也是我的愿望。永远爱妈咪。好了，没关系，让他自己说。还有没有？还有呢？还有什么愿望？还有妈咪以后老的时候，我会照顾她。好，好，谢谢。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第三个你要保密，放在眼睛闭起来，然后放在心里。你看第三个秘密啊，没关系，吹蜡烛啦，吹蛋糕。吹什么啦？耶！终于吹蛋糕，终于吹成功了，太好了，吹蛋糕。没拍电视里面的那个蛋糕，吹蛋糕哦，这样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好，我先帮大家合照，是不是？我先帮大家合照哦，请看这里，看这里 ，OK， 好，谁要来帮我跟我女儿合照？好，来，张张，你们两个照就好了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一起，来，好 ，1, 2, 3，哎，按哪个？我准备好了，搞笑哦，搞笑哦！一二三耶！好，再一次，心妍在哪里？这里耶！好，谢谢，后面有嘞，好，谢谢，后面有嘞，好，我要让心妍跟心妍拍一张，好笑，好，来，你要跟心妍拍一张，来 ，A B， 陈心妍看这边 ，A B C， 等一下。OK， 再一张哦 ，AB 眼睛睁大大，好 ，OK， 好，谢谢。哪里？没有个，真的差了。没有准备好，要按这边，就按那个袋子那边。哦，哎，今天还要继续录影嘛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好。好，你在干嘛？你妆化那么漂亮啊！要走了，要走了。啊。是说要吃它，也没差别。对啊。已经没差别的了。谁切？妈妈切吗？一起。妈咪帮你切吗？第一刀。好好好，妈咪帮你切。等一下。你舍得吗 ？Elsa 切下去，你舍得吗？舍得。来，妈咪帮你切。因为那是假的。假的 Elsa， 我来切。好，来，我们要从他的脖子这边切，还是从他头顶切呢？我现在从中间切啦，脖子好惨。你要觉得，你要想要从哪里切？拿反了吗？对，拿反。来，对，要这样子。好。OK。好，他不是右撇子吗？来，好，从这边好不好？嗯。来。我要切啦。好。切了 ，OK。那我要吃喽。这是假而已啦。啊！哇！他的头发先掉下来了。没关系，反正。我们先把他的头发拿下来啊，慢慢切一下。照照你的嘴巴吧。巧克力啊，巧克力有你的脸嘞，它是那个白巧克力啊，然后下去来，那个脸也是巧克力，
好残忍，好残忍，好残忍哦！啊，脸谱一半。OK， 好了，蛋糕要切一半就好了。这图案全部给陈贤吃，那个都是巧克力。好，你剩下的毛利马七号，我把图案都拿起来，好不好？眼睛全部都给陈贤吃。那是假的啦，那是假的，所以可以切。OK， 好，拿切。你要坐下来啊，这是刚刚给你啊。对啊，小心你的手，摸到的话，你等下都蓝蓝的。金阳在干嘛？清理字。蓝蓝洗呀。那个身体现在给他吃吧，身体。他吃不了那么多，先暂时就不要。哎，等一下。我要能。因为人家切生日蛋糕不能一刀到底呀、啊，所以我是吗？对啊，人切蛋糕不能够一刀。谁说？没有习俗就是这样子啊。没听说，从蛋糕到下面是铲下去的。你帮我用。谁？来，陈心妍，你先吧。蛋糕，你寿星你先吧。啊，要不要？刚好哎。好不好？第一包。好不好？全部赏给你，好不好？月亮阿姨。OK 吗？嗯。好，我慢慢吃。月亮阿姨。啊。再次是莫姐姐，谢谢。再次叶，那个一个叶可以。我怕被你妈挡住，然后要不要？还是太小。完美。等下再圆姐再吃。好，妹妹再吃呗。好，一二。秘密低头做什么？这是，是啊，一个合作一个不合作，这是。好 ，Thank you。好，前面吃蛋糕拍一张。好。都拍到你有头发，没拍到你。没关系，因为我在忙。一二三四五，刚好有一个。蛋糕真好吃吗 ？OK， 好，这个是给玉玲阿姨的。OK， 都没看到脸。来，我们吃蛋糕。好，大家看玉玲阿姨哦。耶、yeah, ，心眼在哪里呀、啊？看阿姨这边眼睛睁大大。好，再一张。哦，没看到姐姐。姐姐再一张哦。一二三，耶、yeah, ，心眼在哪里？好，先来吃了，先来吃，没关系。嗯。啊，没关系哈。是吧？衣服到小时。布丁好吃。布丁好吃吗？来，陈先生，要不要坐着？来。这奶油怎么会软下？来，要小心软。坐着。来，陈先生坐着吃。这样就比较不会弄到那个衣服。瓦力，那妈咪祝福你的愿望会实现哦，就是平平安安、健康、快乐长大，对不对？是谁可以帮我实现？你自己呀、啊，你自己要加油啊！哎，会知道会是谁可以帮我实现。